这次开明洪台造成嘉义县部分的山区偏乡的村民赖以为生的非自来水设施受损，加上河川水质变弱，环保局检验室除了检测需要放流水、掩埋场的地下水等等六项水质安全，为着民众的身体健康把关以外，灾后更加强民生用水甲山区非自来水水质的检验。县长吴宗亮今仔日特别前往检验室来了解检测的情形。凯明洪台建设专台山区大河务冲刷地表山林，可能地水源水流度上升。环保局为着确保民众饮用水品质安全，在后立即进行饮用水水质采样以及检验。县长吴宗亮十六号上午由环保局长张惠川陪同前往检验室，听取环保局工作简报、实地检视运作情形、甲环境检测的成果，并了解各工作项目。检测流程和最新仪器操作状况，包括水质分析仪器和多项专业检测设备。饮用水的污染，造成这种所谓身体的伤害。但有些不是污染，是原本的水质的里面可能含有些某些成分，对身体是不利的。就像布袋跟当时的异族有所谓的痛痛有所谓的乌脚病，那也造成了很多的危害。所以喝水是非常重要哦。那包括这样的一个检验，实际上是在守护我们乡亲的饮用水的健康，或免于我们的土地遭受到不好的一个危害，所以这个单位非常的重要。当检测出来有状况的时候，可以马上及时处理，马上及时能够做所谓的警示所以这个单位很多的工作同仁都很专业，也很辛苦，所以今天特别来这边看看那最新的一些仪器。包括他们检测的过程，那也围绕一下他们的辛劳。那实际上水非常重要，那很多的检测必须要靠仪器，包括靠专业的人，而且能够及时。那所以我想，所有的水的检测就由这个单位来完成。那也谢谢他们，大家都非常辛苦。检验人员并现场检测山区非自来水甲一般民生用水的水质，检验结果硬度、柔度甲重金属拢符合标准安全值。馆长翁章良特别介绍现场有类似头毛垫、电头毛用的抽气袋，主要功能是抽出实验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有害气体以及污染物质。检验室除了具备专业认证、训练以及使用专业的检测设备以外，检测人员的健康安全也未当无重视。新闻就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